美国是一个科技非常发达的国家，说它能给学生很大的自由，然后有很多的好老师在这儿。那这里的人都很好，人都很好，特别热情，特别有礼貌。嗯，它的金融业是高度发达的，所以我想来这里学一下。我觉得来美国完全是对的，到美国来对在我的人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转折点。Hey, do you know where we put the rods like this? Like that one? Yeah. I think.因为这个加州理工学院在世界上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非常就是 tough school 非常困难的一个学校，所以读书我们经常是要就是做作业要熬夜啦，然后要上课要专心听老师讲啊，尤其是第一年，因为我们的英语水平都不够，所以上课要非常专心的听，然后要用力的就是非常快的记笔记，然后回来还要跟同学讨论呐，然后做作业，非常辛苦。虽然大部分人都觉得美国学费高，但是其实美国学校给的奖学金是比较多，像我们俩这回就是拿了全额奖学金来，其实就没有家里就没有再拿学费了。很多人以为去美国拿到签证是很难的，但是这是完全不对的。实在说起来，大多数的学生都得到他们的签证。为什么欢迎中国的学生呢？就是因为他们把他们的文化带到美国的大学去，这也对美国的学生有很大的好处。对在大陆现在高中读书的或者在大学读书的啊，假如有机会的话啊，那到外面来闯一闯啊，到外面来看一看，那虽然可能会很苦，因为你离开爸爸妈妈，离开你熟悉的环境，那个到一个不熟悉的环境去生活，那是不容易的事情，但是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体验。